豪哥的老婆吴素玲在时尚领域特别有研究，时常在网络上分享穿搭及美妆心得。而日前，她的性感装扮辣到老公都受不了啦。豪哥28号上传了老婆的美照，照片中吴素玲坐在车子副驾驶座，正低头专心滑手机。她身穿黑色滚金色流苏衣服，虽然上半身是保暖的长袖，下半身却穿得非常短，丝袜底下透出大腿肤色，一双修长美腿勾起来放着，腿部线条更清晰可见，让豪哥受不了，写下：“哎呦，这样无法专心开车啦。”我天真单纯的眼睛会忍不住想偷看，这样的犯规穿搭加好身材，不止你，大家都会忍不住偷看呐、啊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很防风哎、欸，没有啦，啊没有，晚上这个料肯定就好了。啊、哦，对不起。有没有？你看晚上出去喝一杯哦，对，欸、有飘逸的感觉，是是是，有有有。